Hello， 各位 L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aria。我相信女生都会有一个困扰，就是因为长期坐在办公桌上面工作，臀部下方这两侧就会有两块肉挤出来。所以我今天要来教大家三个动作，这三个动作呢，就可以让大家把臀型呢练圆练翘，然后把这两块肉收回去。现在就开始来我们这三个动作吧。弹力带呢，可以依个人的喜好强度去选择。那首先呢，你需要先把弹力带放在你大腿上，就是大概离膝盖上方一点点大腿的位置上。我们轻轻的先把身体站直，与肩同宽，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右脚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练到的是左边的臀部，所以当你把重心放好了以后呢，轻轻的把你的左脚往上抬，往外侧轻轻的踢，你的臀肌的力量去抵抗弹力带。你的身体记得要站直，要记得用你核心的力量把身体稳定住。第二个臀部的运动，就像是你在做一个 squat 深蹲的动作一样，轻轻的往下蹲了以后，核心要收紧，收小腹，上半身挺胸，往外走三步，再走回原点。因为弹力带有一定的弹力强度，你要用你腿和臀的力量把弹力带往外抵抗，膝盖一定要往前，不要往内。接下来我们第三个动作呢，主要就是从侧边下蹲这个动作延伸出来的，右脚往外跨一步，跨步的那个距离呢，就是由你膝盖能不能往前对齐来决定。如果你发现你的膝盖往外侧弯了，那就表示你跨的步太大步了，核心也要收紧，让你的身体有一个稳定度。